日本咧出现咗一个全球最贵嘅便当喎，价值系29万日元嘅。佢讲乜我都想试，唔好笑咩？29万日元即系几多啊？系14000港币到啦，好贵啊！系啦，咁究竟呢个全球最贵嘅便当系咩嚟嘅咧？系 A 啊，佢成日得饭嘅啫。饭 B 佢系空气嚟嘅里面，即系咩都冇。C 系牛，定系 D 系吞拿鱼？系我对我自己好失望。系啊，点我哋咁准嘅？死啦！我仲有机会攞三分噶，啱啊！空气烦咯，我仲分析得咁好添。超级大望波，日本咧出现咗一个全球最贵嘅便当喎，价值系29万日元嘅。佢讲乜我都想试，唔好笑咩？29万日元即系几多啊？是14000港币到啦，好贵啊！系啦，咁究竟呢个全球最贵嘅便当系咩嚟嘅咧？系 A 啊，佢成日得饭嘅啫。饭 B 佢系空气嚟嘅里面，即系咩都冇。C 系牛，定系 D 系吞拿鱼？嗱，照字面解咧，佢牛同吞拿鱼确实系可以去到天价嘅，即系佢我当佢系嗰个得一条，唔知。几年先得一条噶、啊，然后嗰一条入面咧得嗰两嚿肉，佢、啊、就攞嗰两嚿肉摆落个便当度，咁啊，咁啊，牛都类似啊，类似系咁啊，咁但系要令到佢咧，即系觉得黐线咩，俾10000几蚊咁，一系空气，一系饭，系啊，我觉得，我觉得系，系咪？因为牛同 tuna 太过 direct 啦，系啦。咁我会拣最终可能佢嗰个点解咁贵，系咪嗰笪地方？賣呢樣嘢，即係我哋要諗買嘛，唔可以賣。又或者當譬如佢當佢開明啊，係當佢有空氣先喎，即係佢除咗空氣之外，仲有另一啲係代表嗰笪地方嘅嘢啦，唔知啦。即係幾多年前嘅空氣。空氣係啦，空氣空氣空氣似何？空氣。我哋一齊搏一搏去睇空氣，搏一搏空氣。空氣。即係我哋都驚輸，係驚輸，驚輸。空氣，空氣啊嘛，呃到你哋啦，再揀錯，揀錯。哎呀，我对我自己好失望。哎呀，点我哋咁准嘅？死啦！我仲有机会攞三分噶，啱啊！空气烦咯，我仲分析得咁好添，烦咯，烦咯，我唔会拣牛同吞拿咯，即系如果拣呢个题目就冇乜。我好难讲嘅，你睇边个出题嘅？我唔拣，我唔拣饭住，唔拣饭住，谂谂先。我哋赢未嘅？其实三分，你两分，三分就基本上赢噶啦，两分就仲有机会追嘅。我都依然坚持个信念，可以一日未降班。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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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我拣饭，饭啦，好，饭啦，饭啦，三分，嗯。好错啦，系好再拣牛，咁即系好直接咯。得翻牛同吞拿鱼啦，吞拿鱼咯，吞拿鱼，吞拿鱼咯，都即系又啱啦，系牛，牛系个便个便当系咁嘅款嘅，大家望下呢张相，成只牛嘅，有成只牛嘅唔同嘅部位，咁啊再加上咧嗰个便当嗰盒咧就系用一个特别嘅木做嘅，哦，明白，好到我啦，咁呢个咧就系听众俾我嘅吓，咁啊好好啊，佢有埋 A B C D 啊，哇！第一个得到国际奥委会官方认可的吉祥物是什么？第一个 A 头先我问你的海狸，是海狸，海狸。B 腊肠狗，C 黑鹰，定 D 公鸡？运动性，靠你啊！喂，第一个，第一个。是冇啊？幾係幾年嘅奧運啊？呢個可以俾提示你，我見你慘得咁緊要，係咪？嗱，你睇住放虎歸山啦！我話俾你聽，唔係未試過，唔係未試過，不過唔係唔驚，對你冇影響，對你冇影響噶。呢個人有壓力。1912年，1912年，係啊，第一個嘛，係咪？1912年，嗯，海狸，唔知呢個提示有咩？臘腸狗係啊，都係冇乜用。1912年，臘腸狗、黑鷹、公雞，嗯。公雞，我覺得係臘腸狗，點覺得咋？你個語氣係好似話俾人知你，我覺得係臘腸狗，好似你知咁喎。臘腸狗咁，我連1912年喺邊度嘅奧運我都未講埋俾你聽。喺慕尼克，慕尼克，慕尼克 ，Munich，Munich，Munich，慕尼克，德國。如果係美國咧，就會似係鷹咯。
臘腸狗咯，係咪啊？我都覺得似臘腸。海狸係佢特產係咪海狸啊？即係德國啊嘛，係咪？慕尼克。系啊，德国冇，系慕尼克系德国嘅。慕尼克系德国。咁海尼有冇？系咪？因为海尼有冇海尼？唔系呢？而家我买机票去睇。慕尼克好似冇，唔系海边城市嚟嘅。系咯。科隆先系。系咯。咁你拣咩？你三分啊？我腊肠狗跟住你噶啦。我都腊肠狗。嗯，我拣公鸡。公鸡好。有两个。的确是臘腸狗，是那隻臘腸狗叫做 Waldi WALD。余德成又再一次在龙门执翻个波出嚟。其实我真的有少少记得是臘腸狗的。不是啊嘛。他始终宋朝出世是不是，未看过。不是啊，可能很久以前问过我哋。哎呀，死了，现在搞到我比赛又不紧张又不精彩。不好意思，我不争气。最低分那都三分争气。的神。好，呢条咧关于春秋战国嘅，咁啊话明战国一定打好多仗啦，但系原来唔使问啊啲啦，问题就啱啱先，好体育精神，尊重啲，系啦，但系原来喺早期，点解可以咁开心？喺早期佢哋打仗咧，好多规矩嘅，系以下边样唔系啊？括弧唔系佢哋嘅规矩咧 ？A， 对方受伤之后咧。就不可以再打的了。B， 要有个人呢好像求证咁，两边准备好未吹鸡，跟住先可以开始打仗。举军阵。C， 不可以打要害。D， 不可以俘虏长者。长者。这个是春秋战国的时代。打仗的规矩。是啦。有三个是啱的。是啦。伤咗唔打，咁即系点啊？我一行埋一捅要捅死你。有三个，即系有一个系不是嘅，系得一个系唔啱。我哋要拣个不是嘅出嚟啊嘛，系咪？系啦，拣三个啱啦。即系不是受伤，不是求证，不是要害，或者不是俘虏长者啫，系咪？系啦，系啦。但系你打仗唔打要害嘅，咁你唔使打死个人啦。唔系啊，我觉得 A 系个答案，因为点解咧？点样 consider 等我埋到嚟？你一系死，你一伤我就唔打得咁样，咁点打？唔系，即系等于下面咯，你唔可以打要害，咁佢永远都唔死嘅。唔系啊，咁佢唔死又唔打得要害。要害可能系男人嘅重要部位啫嘛，唔系打仗仲嚟计你啲重要部位。系咩？咩叫要害？打仗嘅要害一定系头嗰啲啦。心脏系咪叫要害？你觉得系咪啊？即系而家打系，梗系点会仲系生殖器官啫？定系头心脏？定系头？即系譬如有啲人去完 gel 甲，咁你唔好整我花我啲甲啊，咁嗰啲可以话要害嘅，咁你中意嘅啫，系咪？你话啫，呢啲系。咁啊，好似唔係太 make sense， 因為打仗就可能未必係咁樣。打仗就係殘忍，冇辦法嘅呢個呢件事係咪先？咁我係 A 啊，你理得我啊？嗯，嘟姐答先啊，我答咪嘟姐同我一樣三分底。一係就求證，一係就俘虜長者，我覺得不是。诶，你一次我拣两个答案啊？唔系，我同你商量。我唔拣你啊嘛，我拣 A。你点都系受伤啊？不是呢个。不是受伤。受伤唔俾打，不是。受伤唔俾打。O K， 好。好啊，跟你啊。好，两个。两个 A。你唔啱，唔好赖啊吓。两个 A 系咪？反正我上晒岸。嗯，跑埋场波啫。俘虏长者。俘虏长者。你俘虏长者，即系两个人 A， 一个人 dog 系咪？系。冇人啱。O K， 再拣。咁我要害要害咯 ，C 咯，都啫。求证啊，求证，余德要害咯，要害，哦，要害啱。哦，好啦，唔系呢个解释先，佢哋其实打得系好人道噶，呢个系真事嚟嘅。两队首先即系话，你准备好未？准备好？你准备好未？准备好？好啦 ，B 吹鸡，两个冲埋去打啦。如果发现有人受伤，唔可以打啦，唔杀嘅。系啦，咁跟住咧，呢个人道精神啦。头先讲规矩，如果我系士兵，我死都，诶，伤咗唔打得。咁所以你唔会当兵咯。但系点睇得到啊？我哋见到千军万马。系你啱嘅呢样嘢，我都觉得系嘅。但系呢个系确实有人记载。咁另外咧就系对长者系非常之尊重嘅嗰阵时，就算长者系唔会俘虏佢嘅，就系咁啦。呢三样嘢。好，阿余德成有半分，大家为佢高兴嘛？鼓掌，鼓掌。好，最后一条，武美熊即系 koala 咧，即系树熊啦。佢哋咧如果感到寒冷嘅时候咧，会用咩方法嚟保持体温嘅咧？瞓觉、咀嚼食物、震动、急速呼吸。你知啦，武美熊。
koala 就係澳洲噶啦，都即係其實樹熊啊嘛，樹熊咯，樹熊成日都瞓噶咯喎，成日瞓㗎，佢食嗰個葉令到佢成日瞓18个钟㗎，咪咯瞓，咁佢本身都成日瞓咯，咁我仲唔知凍唔凍啦，係咪？瞓咗都可以冚被嘅，又係喎，又係喎，你瞓咗唔知自己凍唔凍咧？啲阿媽成日話冷親咪你瞓著嗰條褲皮啊嘛 ，A。瞓觉 B 咀嚼食物 C 震动震动啦、啊、急速呼吸我拣急速呼吸啊都啫因为急速呼吸你试下你自己好急速地呼吸你人轻啲嘅系喎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喎、啊啊、但系问答输轻未咁震咧震都响度喐紧嘅喎应该震嗯都系喎都啫。喂，快啦，时间唔系好多啊！阿杰珠四分拣先，我拣咗震。阿嘟姐，你三分。好啦，震啦，我都系。震。余德成，秉承住个传统，系呼吸，急速呼吸。好，咁咧就阿嘟姐多一分，杰珠又多一分。依家最后咧，杰珠有五分，嘟姐四分，余定伟三分半，余德成半分。多谢余德成。原来咧。Koala 咧，佢哋咧好多脂肪，佢哋震咧可以令到肌肉收缩嚟发热。咁咧，另外头先你话急速呼吸咧，原来当佢哋咧系太热嘅时候，就会急速呼吸，好似狗散热，系啊，吓系啊，散热。你笑到几开心？急速呼吸咪热咗你个人？唔系，因为有阵时成日我想同我翻我妈讲，我妈细个话嗱，阿仔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而我发现喺大问答之下系有嘅。欺人唔好欺人太甚啊！你个人太差。商业电台节目精华日日放送，即刻 like share comment， 再喺 YouTube 揿个钟仔订阅啦！想随时随地听翻精彩节目内容，快啲订购商台节目重温啦！